又来吃 IKEA 了，人超级多的。我们用他的餐具吗？肚子饿了哦，等了很久。我们今天点的是儿童餐，然后我老婆一样没有胃口，点了两只鸡翅50元。我一样是吃香葱饭两球，然后上次很想吃他的这个大香肠，酱料还有酱料，番茄酱、青花酱料。好，我去加一点酱料。它有小碟子可以装，装回来就好了。好，好，今天一去啊，人真的超级多。我们从点餐到坐下来吃，应该超过半个小时。可是今天有吃到我想要吃的香肠，然后我老婆因为没有胃口啊，所以吃这个这样子大家比较能够分量比较可以拿捏的刚刚好。要不要分你一球？我先吃，专心吃一球。要放你这里比较好拿，要喝的时候餐具要放下来。我们今天总共吃多少钱？我看一下，201吗？201，三个人这样子201。两只鸡翅50元，儿童餐80元吧？是80元吗？香葱拌一球18元，这个香肠是35元。真的绕了很久。而且现在已经蛮晚的，现在已经应该已经超过8点了。八点零七了。而且我们刚刚在吃饭之前还有点气氛，有点小僵，小小的空气有点小小的凝结，不愉快，因为有点小吵架，对不对？加上天气又很热，然后就大家其实就是为了吃东西的事情了，对啊，为了吃东西的事情在不愉快。但现在已经好很多了。一下餐厅只营业到8点半，可是到现在排队的人感觉到8点半应该也消化不完。
最近桃园店的生意真的非常的好，大家都赶快来，在他要搬家之前。我们自己也是啊，他说他，你会想念他，大家都是这样想的。所以大家都来，都会变得人很多。以前没有来过的人也会来。哎，如果生意这么好，他会不会看到说啊，这边生意这么好，以后还是在这边保留一间小家的？我跟你说，最后一天我们一定也会再来吃东西或是再逛，对不对？然后最后一天一定也会很多人也是这样想，所以最后一天会非常多人。我们刚刚三个人都像是有点讲话很急、很大声吵架，原因其实也很简单，就是吃饭时间到了，然后简单来说就是讨论不出来要吃什么。简单来说一句话就是这样，讨论不出来要吃什么。对吧？简单来说就是这样子吗？好，在那之前还有一件事情啦，可是那也是小事情，可能很少这样子。就是刚有去逛哈德湖，他那边卖玩具的地方有卖卡牌，可能很少会看到什么东西会赖皮说很想要买。可能今天是很难得的，就是说他很想要买，不想走。就一直拿着那个卡牌，然后对不对？但是他现在已经调试好了，他后来已经调试好了。然后要来吃饭的时候，就是我跟我老婆，就是也为了要吃什么东西就起争执。争执原因也很简单啊，就是我一直勉强他吃，勉强他在家要吃，然后也没有体贴他说他其实没有胃口，然后。上班已经很累了，站了一整天了，还这样子，要被我就是一直催着吃东西，要催着赶快出来吃东西，对不对？我也有在反省，就很快就好了。我们后来有共事来利亚这边吃，就很快就好了。然后他现在在啃鸡翅。大家都不知道吃什么，所以就是一票还不错啊，就是可以拿少量的东西，他就肯定是至少吃一点，对不对？然后还有很多人在那边绕，没有位置。我去补充饮料。先把它转过来，要不然空空的。先对着你们两个，我去补充饮料。
刚刚气氛是有点凝结的，但是大家吃到都坐下来休息吃东西了，就好很多。前面那边还排着 S 型的，绕了好几个 S。好了，我就拍到这边了。其实还在啃，拜拜。